再看到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针对论文争议，昨天在脸书公开送交台大学伦会的资料后，被质疑修正档案时间是在今年七月份。林智坚表示，查阅文件属性就能发现，最终修改的版本是在2017年。郑文灿也代替回击，抹黑也必须要做功课。至于蓝白两位对手，今天上午则是同框参加桃园杨梅的原住民活动，还被主办单位特别拉在一起牵手跳舞。张善政、赖香伶陆续加入人群，突然被拉在一起牵手跳舞。起初似乎有点错愕，不过马上被现场欢乐气氛感染，很快两人跟上同个节奏，习惯舞步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非常尊重乡邻委员。到这场合跟张院长跳舞，他也很大方牵我的手。如果林智坚市长有来，我觉得我还是会牵起手。Q 到另一位对手林智坚，毕竟前一天张善政、赖香伶都到富冈铁道节艺术活动，原本没有列公开行程的民进党林智坚，最后突然现身，蓝绿白阵营参选人只有点头致意，互动冷冰冰，但隔空较劲没停过。周日林智坚在现任市长郑文灿陪同下，行程马不停蹄，针对公开给台大学伦会资料，被质疑英文姓氏竟然是忘，还有修正档案时间居然是今年7月20号制作，也在回击对手抹黑，也要做功课。这个是台大硕士论文的这个范本，这是一个公版啊，有些侧翼要抹黑，有一点没做功课。当事人哈最清楚其中的细节，鼓励他们到台大的这个审查会去把事情讲清楚。蓝白阵营紧抓林智坚论文没交代清楚，林智坚要持续用实质政策挥别争议。周末陆战三人持续角力。蒋佩宇、刘伟成 SNG 小组团报道。